好整个情怀呐，藏在心间。不差钱，不差爱，不差幸福满家园。哎，写的挺好。东北人不插肩。你画的饼也太大了，这个饼我好像以前听过。你真的好像二胡啊，多有味儿啊，多有味儿啊。我帮你配一个音。你这个凯哥他真的会讲一二三。还没唱够。一路的路线都是你多么要对你说话。这是什么鸟？来，红尘那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你知道为什么你一步步来吗？因为你不够用心，你对他的热爱不够。当你热爱到一定位的时候，你都问别干扰，你要用爱去感受他，连接。你就是那个 AI， 闭上眼睛，我们连接 AI， 快点。左右有点不协调了呀。最后这首歌万一红遍了网络怎么办？我以为他卖啥 ？Mac。我可以躲他这个书包里，躲不进来。我也是没有那么小只，坐这儿他们会看得见我吗？那个小板凳是留给谁的？我知道我躲哪里了，你知道我要躲哪里吗？我要躲进你的心里。或者躲进你的怀里。神经病啊，朋友们，接下来你们就将在各自的音乐工作室内进行创作，同时我们也请到了四位专业的音乐老师来辅助四位新进的音乐制作人，利用 AI 工具完成一首1分30秒左右的歌曲制作。做出来以后我们要自己唱吗？你们不用唱，我们会用 AI 模唱帮助四位音乐制作人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30分钟后，我们将在时代剧场内进行四队的歌曲展示，并由现场的10位沈阳音乐学院的专业学生进行投票。是实时表演是吗？对，这就是我们要表演 MV 哦。我们青春一点，哈哈哈乐翻天。他们会以最令人惊喜的歌曲舞台为标准。最终票数最高的一组就是今天的获胜组。为了让你们的歌曲展示更有惊喜感，你们还可以使用麦克风到我们的音乐商店兑换额外的表演道具。有没有点大礼炮大烟花？便宜了，我们想要点更贵的东西可以买吗？哎，你们是不是太多了呀？组队的钱花得完吗？我送点分呗。我们能不能买成员？就是我们能不能把他们买了？买我，买过来给我们打工。买卖人口不行，他们买那个买我们 studio 可以。买咱们 studio 买过来并购，并购。知道老板。接下来的创作任务艰巨，为了给大家带来好运和喜气，我们的好运喜临门为大家送上深邃祝福，愿各位创作灵感爆棚，创意满分，状态绝佳。喜临门祝大家演出成功。我们只有30分钟的时间。深度好睡眠，为奔跑加速，喜临门床垫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安慕希独家冠名，一口安慕希，超多超活益生菌。本节目由大家都爱吃的米多奇烤箱馍片赞助播出。奔跑不怕痒，擦一下停。本节目由999皮炎平赞助播出。乌苏啤酒就是硬核，本节目由乌苏啤酒赞助播出。上 Z 世界奔跑吧部落跑男限定文创惊喜来袭，部落独家R扇等你赢。
胡月照我影，送我至善溪。破解完才可以复活，继续撕名牌哦。刚才吃太多了，看我现在撑的都困乏了。哎，我的超多超火 LGC 益生菌的安慕希益生菌酸奶呢？嗯。肠道活了，我也活了，终于写完了，快走，跟我回现场吧。我们只有30分钟的时间。哇，这是这什么？哎，这咋穿呢？还得光着。把你们这儿最贵的那个商品帮我们拿出来。最贵啊！我想穿这个。我们要在这个视觉上震撼他们。我要的是这个，必须弄一个这个。这个，那个，上身脱了。什么东西？走什么风格？快说。校园摇滚风的，咱们仨就玩这个风格。小沈阳哥，苏格兰。我们是不是一队的要团服的？对，咱走东北风。对，我们走东北风。二人转，东北风，二人转。我们得先把风格占了。给我站着，站着。咱们仨一人买一个这个草裙。300哈。正好300。那我们走一个热带风。走一个统一风。我来个这个。太符合我的人设了，说唱老太。这有啥咱能用上的？我是北京练的，去拿个喇叭呀。这有一个喇叭，那就这样吧，我们就这样。先写歌吧，回来再买，快快快！我们的 AI 老西呢？老西你好 ，Hello， 老师好，老师好 ，Hello， 李晨 Studio，Hello， 陈哥你好 ，Hello，Hello， 蒋晨。大哥，你在 studio 啊？哎，你好，你好，老师，你好，你好，您是东北人？不是，可以讲东北话哦。对，东北曲风熟不？可以研究一下，研究一下，研究一下。今天我们就是体验一下用 AI 跟那个 AI 交互，然后完成一首作品。这个界面还是我们 AI 一个制作的一个程序，它其实就像一个聊天软件一样的，你可以把你所有的需求主题都写在这里。那我们要跟他聊天。对，第一步就是要跟机器人聊天，先礼貌跟人家说句嗨。对，然后这边是我们歌词完了之后，在这边，然后再生成。啊，行。我们的歌，我们要写一首 diss 跑男的说唱。真的吗？好有意思。好啊。diss 他能听懂吗？妈呀，你太看不起 AI 了。怎么样，这个风格怎么样？一下给你话题度拉满，回国首秀 diss 跑男。天哪，标题都有，我都给你想明白了。哥安太好了，我就是说唱老太，我是说唱老牛。结果他回一个，你们三个可以下班了。哦，跑男，你们听着，今天我要来 diss， 整天耍宝搞怪，你们真的没救了。这太恶心了。算了。真的吗？真的。那你就做一首这种李晨是说唱之神。怎么样？或者再换一个主题，就大水牛，大水牛。我是大水牛，你说你害怕我都给你想出来了。你到底哪里大啊？真是大水牛。就这个了。大水牛声壮又威武，草原上的霸主不能及。我有主打歌了，昏迷之后这首歌你真的能给自己用了。真假的，别闹。大水牛，咱太期待这首歌了，我天哪！好，就这么先做一个试试，《大水牛之歌》啊，然后往下那个拉一下，它有一个风格嘛，风格嘻哈 rap， 然后嘻哈 rap。OK， 好，生成。来了，在下面，听听。这不太嗨呀，这个全是牛啊。
没有刚才这个好听，我觉得。我想再加一个，比如说。别着急，你先试一下。暗黑风格 ，dark。广东话。我觉得这不错。我都想好咱们的 MV 就。就这个你就拿这 T 吧，怎么样？能 T 吗？老实说，从业那么多年，没见过如此刁钻的作品。没事的，我可以帮你们替换一下作文，但是要花点时间。没事，这首歌如果要是在咱们节目火了，我去拿到说唱节目去，我去拿他演总决赛。大水牛，大水牛，大水牛，耶耶！绝对这个创意他们肯定想不到。我想下班。我想下班 ，OK， 也可以，非常好，非常好啊，这就非常典型的一首好音乐嘛。东北哥们儿想下班，以我录制奔跑吧太累了，我不想为姚一天做牛做马。嗯 ，OK， 可以啊。姚一天做牛做马。姚一天啊，你的要求太高，我只想找到一片宁静。不想再做你的牛和马，哎，这好啊！只想找回自己的时光。奔跑吧，太累了，我不想再为你奔忙。我心中的火已熄灭，眼中的光也暗淡。我只想下班，回到属于我的地方。这词儿写的，这词儿多好呀！可以啊，就这个吧。就这个，这不错。嗯，这不错。先听个电子吧，再来个舞曲一会儿。好期待啊！奔跑的疲惫。不觉奔跑，脚步不停歇。这么抒情呢？有一天哪，你的要求太高。换一个呢？你看右边那个呢？太伤感了。你刚才说是要换成什么舞曲？舞曲。这有点那意思了。如果我是 DJ， 听着这个。奔跑吧，太累了，我不想再为你付出。下班的钟声何时敲响？哎，我觉得还行，这不难听。你听旁边那个。有一天，你的希望太高，我已无法再满足。这不是摇吗？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可以吧？就这个吧，别让他们都听，可以，别让他们都听到了。挺有感觉，好，可以。这个歌曲我跟你说炸了。什么主题？我们都定了，因为现在就是夜已深了，我们希望给他们一点热情跟火花。对，曲风上你来点摇滚一点，就是玩梦想青春，金属、朋克、摇滚、电子、嘻哈都可以。对，这什么猛上什么就这样吧。对对对，什么猛上的，造起来就这个意思。造起来。对。那基本上歌词你们还是要定一下的，什么主题？奔跑肯定要有吗？我们要为沈阳音乐学院创作一首。好，关于沈阳音乐学院，奔跑、热情、梦想、自由，自由可以。好，试试吧。啊，我们这个真的是关于沈阳音乐学院，真的是非常非常点到啊！哎，你看看，服务意识很强，真的。对啊，毕竟是那十个人投票。哎呀，你看，我当年比赛就是全靠八戒评审。是吗？来，沈音的晨光，你看哇，洒满操场，热情如火燃烧心房，可以了。哇，这词儿写的非常的高级啊！音符跳跃，编织梦想，热血青春铸就辉煌。我每一次奔跑都充满力量，向着未来展翅飞翔。哇，名字都有，逐梦沈音。哇，真绝！哎，咱们这歌一出，那些学生们都不敢不投咱们。就这样，难道你不爱你们的学校吗？就这个，就他了，就他了。试试看啊，申请一下。反正这又不要钱，对，干活。一会儿给你结账，花了两万多，懵了。你看，还挺快。浪漫的晨光洒满操场，热情如火燃烧心房。最猛的脚步曾停歇在这片天地，每一次奔跑都充满。可以啊，说实话，是还可以当备选啊。还有一首。
感觉好点，这干净一点啊，力有力量感一点。这更好听啊，哎，编曲干净点啊。好，奔跑吧！对，还有那个 hook 的那个点。哇，就他了，就他了！编曲还留空了，你看，咚咚咚，好好听啊！哇！我们在一分半以内把副歌把有主歌，然后有副歌。如果说一分半还没够的话，就重复副歌。我觉得应该可以尽量接。我们买东西去了。那基本上就定了啊。这首歌已经赢了，在我心中。三位老师啊，你可以的。哒哒哒。我们就走二人转那个东北曲风的，那咱们电音吧。电音呢？我觉得咱得是那种。那没有，那就那种，你知道吧？那种就是哎，那就是变成。就那种，中间咱加一段小沈阳说：“哎妈大爷，你一个菜没点，你怎么那么抠？”想写一首具有东北特色的，然后呢是要关于啥吗？关于小品，不差钱儿。哎，这啥玩意儿？咱东北人不差钱呐，生活乐无边。热气腾腾的饺子锅里转，团团圆圆是最温暖的画面。那藏在那心间，笑的人生每一天。感觉喝多了。把香港的朋友迷的呀，团那团团转。把香港的朋友们听懵了。你别说，他这词儿写的可以，还可以啊。豪情万丈，唱出东北的骄傲，太稳了。好，那我就先把中间的这些留着，好吧？对对对，咱东北人不差钱，不差钱，生活乐无边。你尊严后边就得插咱那句了，对不对？哥的直觉，对不对？对，我虽然不做，我们不是做歌手，但你挺会安排，安排明白了哈。沈阳最好吃的是什么鸡架？鸡架。好男团来到沈阳玩。好男团，对，把我们自己写进去，完了加上沈阳的美食。哦，来了！好男欢聚在沈阳美食佳肴常不停。他这个不押韵，一点都不押韵，他没做到。我觉得美食佳肴全都尝，我们自己改吧。鸡架烧烤啊，安排上，安排上。整这 AI 要比更累，哎，我就麻烦死了。不如东北人不差钱，也行，也行。东北人比较加重了那种开心的感觉。我想想啊，哈哈哈哈，你别闹。行，挺好。这玩意儿确实是创作者。好男欢聚在沈阳，美食佳肴全都尝，中街大串口中香。鸡架烧烤安排上，锅包肉香传承，请拥抱你。老边饺子味道妙，欢声笑语满城绕。东北人不差钱儿，快乐生活每一天，豪爽情怀藏心间，哈哈哈哈乐翻天。东北人不差钱儿，梦想全都能包圆。大叔，你一个菜没点儿，我还搭一个，咋那么抠呢？哈哈哈哈，你别闹，哥们儿从不开玩笑。沈阳美食任君选，好男兄弟乐翻天，乐翻天。题目叫什么？你来东北，我安排，我安排，还行吗？把自己想要的风格写上去。你想二人转？他不认识这仨字儿。Two people, two people, 旋转。别人都觉得完成了吗？别人都进入到彩排阶段，他歌曲基本都成型了。那咱得尽快。我们这两个音乐人对歌这要求比较高。快点下一步吧。我本来对这一趴其实我没啥想法。现在越听越嗨。不是，是你们俩的这种认真和敬业给我整的，我现在也很认真了。我跟你讲，我有点上头了。现在，这样东西要是太难听，我们俩会很难受。音乐响一响，我俩就先在那撕名牌，然后我俩就把姚一天拉上来。咱们给他身上套东西，可以啊，玩一些比较经典的游戏，最后掏出个棒子，对姚一天，让他经历一下指压板。
完给他套这个，他能高兴吗？不可能，你可能下一季就来不了了。我赶紧替换人生。要不然我们把沙哥的声音跟这个女生融在一起，变成合唱是吗？对，也可以啊。可以，气氛更好，更热闹。要不是他，对，沙哥的比较 OK OK。小杜，你太赢了。AI 都是人来操控了，还能让他们成精了？咱们就有多余的可以往下撒。对呀、啊，咱就撒给观众，辣椒也可以撒，那就都撒呗。对对对，都拿上，拿走便宜嘛。螃蟹不是就可以拿上吗？我要这翅膀，梦想的感觉。走吧，排练去。排一遍啊，排一遍。前面谁先出？这是个问题。好，比如说凯哥先出。我觉得凯哥放最后吧。好、哦，那是我，那我先，我先出吧。我最，你们俩不要，就那样。Six, seven, eight, 然后第二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摆 six, seven, eight, 砰砰啪啪。嗯。好，和，这什么表演？设计的，设计的。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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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OK。然后呢？比如你就是姚一天。然后我不要，我不要。坐，坐。哎，干嘛？套套。你们好烦啊！套，我套了、哦。然后就放歌了，这手脚。可以很完整的奏型。甩甩我们裙子吧。然后你转转一圈，我转一圈，然后搭我肩，你搭我肩，我再搭他肩，然后一扭胯。你帮我跟祖儿前面设计个词，我们俩就是祖儿，你知道吗？最近沈阳可热闹了，他就开始哈哈哈哈。对呀、啊，哎呀，你知道吗？跑男来沈阳了，你俩就像两个那个村里的，哎呀，你知道吗？跑男来沈阳了。哎呦喂呀，跑男来沈阳了。对，你知道吗？跑男来沈阳了。我们来试一下，三二一，走。祖儿，你知道吗？最近沈阳可热闹了。当然知道了，那不是因为跑男来了。没错，因为跑男欢聚在沈阳，人人全都。你别说因为，你说没错，你听，他就给你放。祖儿，你知道吗？最近沈阳可热闹了。当然知道了，那不是因为跑男来了。没错，你听。对，这样就舒服了。嗯，梦想全都能抱怨。大叔啊，你一个菜没点，我还得搭一个，你怎么那么抠呢？小舞台啊，不行，我们仨就得上大舞台。哎呀，今天新学的这个 AI 写歌，我来以阿木西十亿 LGG 活性益生菌酸奶为主题写一首歌。写出来了，《安慕希之歌》，看人家的曲名，生成歌曲。它封面居然是酸奶哎！安慕希，安慕希酸奶，香浓滋味长，一生气，一生气，健康。那挺好听哎。安慕希，安慕希，每一口都是希望。一生气，一生气，让生活更加闪亮。每一口都是希望，每一口都是希望。生气，生活，让生活更加闪亮。安慕希活性益生菌酸奶，每瓶添加十亿活性益生菌，好喝更有益，一起安慕希。Thank you.
给的这有点卡不上了。对，抢没点儿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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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等等会儿乱了。我们的剧情是不是中间感觉少了点？走。30分钟后，我们将在时代剧场内进行四队的歌曲展示。台下是10位来自沈阳音乐学院的同学们，他们会在你们当中选出一首最令人感到惊喜的歌曲，票数最高的一组就是今天的获胜组。深度好睡眠，为奔跑加速，喜临门床垫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安慕希独家冠名，一口安慕希，超多超活益生菌。本节目由深度好睡眠为奔跑加速的喜临门床垫特约播出。台铃长续航电动车，奔跑吧官方指定电动车。让我们欢迎郑恺 Studio。请三位准备。西方追梦的脚步不曾停歇，在这片天地自由翱翔，一副跳跃别致梦想，让那些青春铸就辉煌，每一次奔跑都充满力量，向着未来展翅飞翔，纯阳音乐展翅飞翔，纯阳音乐学院我们的梦想，西方第一奔跑吧，不惧风雨不畏艰难，和心如火点燃希望，照亮未来，自由的心追逐梦想，永不言败，热血青春在闪一绽放，最美的光彩诉说，希望在音乐的海洋里徜徉，尽情肆意热血激荡，青春年华不负时光，奔跑吧，在春运的路上追寻那属于我们的光，学院我们的梦想，起航地奔奔跑吧，不惧风雨不畏艰难，热情如火点燃希望，沈阳音乐学院我们的梦想，起航地奔奔跑吧，不惧风雨不畏艰难，热情如火点燃希望，照亮未来，照亮未来，这是 rock， 哇，也挺好的，也挺好，当然，挺燃的。从音乐性来说，刚才那组一般，是在内娱能非常听到很多的音乐。对我来说，可能只是编曲新，也没有听到新在哪。接下来要为大家进行歌曲展示的是魏大勋 Studio。怎么的，还吃上苦肉计了，把指压板整来了。我们这是个很走心的那个一首歌哈。我们这里边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总导演叫姚一天。姚一天你们知道吧？他在我们这首歌里面起了一个就是核心人物。也是希望就这首歌的幽默，观众是能懂得的。打动大家，来吧，来吧。不想再做你的牛跟马之
想找回自己的失落。奔跑吧太累了，我不想再为你奔忙，心中的火焰已熄灭，眼中的星光也暗淡，我只想下班回到属于我的地方。奔跑吧太累了，我不想再为你付出，下班的钟声何时敲响，让我逃离这束缚，想一点安安你的期望太高，我已无法再满足。给你的认可，这是给你的认可，谢谢谢谢。这一组零分，这一组零分，好，零分，不都是效果吗？你还真魏大勋可以不用飞行了，确实确实确实，我俩还是得扛住。请同学们公平公正的评判就好。你们甚至比我们还忙到啊！对呀、啊，这么多情节。接下来要为大家进行歌曲展示的是李晨 Studio。这什么、啊？大家晚上好，说唱亦有差异。我们这首歌，是基于一个动物的原型为主题的歌。然后呢，我相信它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奔跑吧》的主题曲。那话不多说，我们歌里见。就成主题曲了。大水牛，大水牛。当我不是好飞机，天夜之间你是那间刺猬，于海深不可测，谁的见证你的丰功伟绩，大水眼看你冷的，大水牛啊，大水牛，心香用在心头，大水牛啊，大水牛，臭味忘记你把口臭，大水牛，大水牛，大臭味滋生你的心也臭了，尿尿你把头臭，大水牛，大水牛，大臭味滋生你的心也爆了，尿尿臭，大水牛，大水牛，大水牛，大臭味滋生你的尿尿，我娘大水牛，大水牛，大。大水牛，大水牛，大水牛，大。大水牛，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大水牛，大大大，会不会？来，跟我一起合唱，三二一。大水牛，大水牛，大水牛，大大水牛，大水牛，大。哇，成功，成功，热带。会不会成为跑男主题曲不一定，一定会成为李晨的主题曲，天天在家循环播放。黑桑，我还写了一首歌。大家可能不知道我的音乐才华，还写了一首叫《杀疯了》，谁叫《杀疯了》？主题是沈小婷回国杀疯了，杀疯了。小耳唱给你们听。接下来要为大家进行歌曲展示的是沙溢 Studio。小沈阳，小沈阳，表演艺术家，不差钱。请欣赏《到东北我安排》。哎，左儿左儿，哎，你知道吗？最近沈阳可热闹了。是因为跑男来了吗？当然知道了，因为跑男来了。没错，你们听。不懂算术，在沈阳比神没什么神，中街大串口中笑，西街烧烤安排上。想穿千里，想要热情拥抱你，老地小子味道妙，欢声笑语满求饶，东北人不差钱，快乐生活每一天，东北人不差钱，快乐生活每一天，好心情快上心间，哈哈哈哈哈哈，东北人不差钱，梦想全都能抱怨。大叔啊，你说你一个菜没点，我还得搭一个，怎么这么抠呢？要乐不甜，东北人不差钱，快乐生活每一天，好心情快上心间，哈哈哈哈哈哈，东北人不差钱。
北，只要来到东北，你就到家了。对，只是我第一天来到，我已经感受到大家的热情。真的？真的。对，到了东北，我安排。行不？一会儿我安排啊！太完整了，你们这个完整不？太棒了，太棒了！好喜欢，好喜欢！我们请沈阳音乐学院的同学们来为你们的表演进行投票。东北人不差钱，拉一票得拉一票。我觉得最后一个不差钱，我特别喜欢。我们的歌的名字叫《到东北》。我安排，我叫不差钱。我最喜欢的也是不差钱，就觉得沙溢老师表演的很棒，词写的让我流口水了。我也选择不差钱组，我也是投给最后一组。沙哥的表演满分，我更喜欢最后一组。咱还是格局小了，只顾着学生，人家是大东北，大东北，大东最后一组不差钱，沙哥安排。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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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倒性的胜利，碾压呀。所以今天最终获胜的成员就是我们的沙哥队，恭喜三位成员！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可以获得由 MC 为大家提供的奖品。哇哦！这个节目要不在周深的演唱会上表演都可惜了。强烈建议啊，你的巡演必须有这一首。等我来东北的时候。好可爱呀、啊！是 AI 哦，是个小机器人。今天一天，我们不仅在节奏和旋律中再次感受了音乐的魅力，还体验了一次新潮的 AI 科技在音乐领域带来的技术变革。 AI 技术它只是一种生产工具，不管怎么样，我们都需要正确的使用科技，正确的面对自己。在新时代的科技浪潮面前，如何合理规范地使用新兴工具，解决由它带来的新问题，也是这个时代留给我们的探索解答的新课题。我一开始知道是让 AI 写歌，其实我跟祖儿姐我们俩表情是有点复杂的，因为它做出来的东西它没有那么差，当然它也一定不会那么好，好好的用它，也许它可以成为一个让我们可以去表现我们自己表现得更准确的一个工具。你们现在还在学校学习，就是这个科技啊，再怎么发展，人的能力更重要，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学，将来你们来控制 AI， 真正的成绩还得在人身上。同学们加油加油。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的若水校区，这里既拥有了文艺的氛围，也是充满了体育的气息，深受着孩子们的喜爱。那经过了激烈的三个热身赛，我们的体育社和文艺社是终于要迎来对决的时刻，它就是百人捉迷藏大赛。首先我们就要有请两个社团的成员代表出场，欢迎大家。相信大家对我们今晚的百人捉迷藏大赛已经迫不及待了，我们就有请杨 PD 给我们讲一下今天大赛的细则。谢谢杰妮，请先稍事休息，谢谢。谢谢杰妮，谢谢。现在为大家详细解释百人捉迷藏大赛的规则。你们两个社团的躲藏区域就在身后的教学楼中。负一层和一层是文艺社的六位成员加50位同学的躲藏区域。两层啊，还给规定了区域啊。二层和三层是体育社的六位成员和50位同学的躲藏区域。这怎么藏？太大了，这没地方躲呀，都特别的明显。这个我要进来文艺班。大家都会选择躲在这种地方。我想躲的每一个位置都有人。百人捉迷藏大赛分上下两个半场，每个半场15分钟，一队负责抓捕，而另一队负责躲藏。
每抓到一个同学得一分，抓到一位成员可以得十分。抓捕时需要用锤子触碰到对方的身体才能认定成功。能不用锤子吗？拿啥？拿肘击啊。哎，太狠了，有点。如果大家都清楚的话，还有一个信息告诉大家，今天在微博截止18:30，网友参与了奔跑吧全员捉迷藏大赛的互动，也因为你们的全程参与，今晚奔跑吧官博将解锁兄弟团捉迷藏的直播镜头，10位同学也被网友选中，开放躲藏视角，让更多的网友沉浸式的体验到今晚的捉迷藏大赛当中。好，根据大家热身赛的结果，要先请体育社来决定在上半场当中是率先抓捕还是躲藏，因为你们在第一项热身赛中获得了次序决定权。我们先防守吧。先防守。好，体育社在上半场当中率先进行躲藏，所以文艺社在上半场要率先进行抓捕。最终我们累计得分更高的那个社团就是2024奔跑吧最强社团。马上就要开始今晚的百人捉迷藏大赛，会躺才会赢，拥有喜临门享受深度好睡眠。喜临门恭喜之前获胜的队伍，接下来在最后的比拼中，希望大家有喜临门喜运相伴，发挥出最佳水平，最终取得优异成绩。我们现在就要先请我们的100位同学们前往各自的躲藏区域，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加油，出发吧同学们。接下来也要请两位社团的成员前往各自的备战间查看你们获得的道具。你想伪装成一颗篮球吗？这个篮球不会是要化特效妆吧？是像弟弟那个西瓜头吗？就是宁可被抓也不要把自己变成一颗篮球。是的。想过去娃娃机里抓娃娃吗？啊，就在这儿啊。这个太突兀了，那娃娃机一看就是假的，太假了，都不通电，倒也是挺突兀的。这不是那篮球吗？好，藏得好，我不藏这个。你们这也太明显啊！你这有个 GoPro 太明显了。我不躲这儿，没必要，这是个坑，我们已经引起了公愤，你们会被观众骂的。你们身后有你们获得的道具，安慕希售卖机里的藏身之石，这个可以，这个是高级的，这个高级，这个绝对高级，这种东西怎么可能会去里面找啊？谁来这个？你来吧。哦，这个好。进了吧？不是，那我得脱一下。插个塞子进去吧。可以。哎呀妈！哎呦，像个虫，我得这样，好可爱啊！是不是有弯腰的说法？这个太新了，这个太新了。把它磨一磨，磨漏一点。哎，没，这好难。摇干嘛？哎妈呀！我这更奇怪。做平板支撑是不是？张震岳，你在颤抖，看得出来不？你能坚持15分钟吗？好累啊，又闷又累，不行，而且形状也不对。出发之前，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年销量60亿片的米多奇烤箱膜片。米多奇在很多消费者心中代表了膜片这个品类，是一款大家非常喜爱的产品。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不光有米多奇膜片，还有米多奇膜钉。推荐奶香可可味和香葱牛排味，特别好吃，大家可以品尝。牛排味，
皮都是魔丁，香香脆脆，一口一个，真的太好吃了。真的吗？我也吃一个，谢谢。今天我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自我磨一把。各位成员请注意，距离捉迷藏大赛开始还有10分钟。先去熟悉熟悉。我觉得这个好，把自己装成一袋垃圾倒进去，把垃圾盖身上。算了，不管了。你看说，拜拜，没时间了，没时间了。现在还没开始找是吧？那我在干嘛呢？我的娘啊！我不敢躲着，我还是回那个地方吧。我真是不敢躲。你快把我收起来，我的秘密公之于众了。我去，哇能躲，这里可以。给我 GoPro， 谢谢，我进去了。我扶着你，你上去吧。这你踩我肩，踩我肩，小心啊，小心。这太安全了，这能躲两人。你往里藏吧，没事。谢谢陈哥。出去一下，谢谢。走吧。我要不爬到那个上面去，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人到那儿去找我的。各位成员请注意。冲了！深度好睡眠，为奔跑加速，喜临门床垫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安慕希独家冠名，一口安慕希，超多超活益生菌。本节目由大家都爱吃的米多奇烤箱馍片赞助播出。奔跑不怕痒，擦一下停。本节目由999皮炎平赞助播出。乌苏啤酒就是硬核，本节目由乌苏啤酒赞助播出。上 Z 世界部落，参加奔跑吧探班团，部落独家阿善等你赢。胡月照我影，送我至善溪。破解完才可以复活，继续撕名牌哦。刚才吃太多了，但我现在撑的都困乏了。哎。我的超多超火 LGG 益生菌的安慕希益生菌酸奶呢？肠道活了，我也活了，终于写完了，快走，跟我回现场吧。各位成员请注意，百人捉迷藏大赛倒计时5、4。冲啊！你去二楼，你去。我去三楼。奋斗者。姐，你找这一排啊。好。是吧？那一个都搜刮搜刮，他们怎么不往外藏？这应该说五说不进去吧？藏不住。这应该不会惹人了吧？这应该不会惹人了吧？你的草这么深吗？大家好，这里是垃圾洞，不能放过每一个长辈。圈子盖不住我，不行，这
这边。哦，哎，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好。我进去捞。这种地方我都想找了，哎，这种地方我都想找了。这么难找吗？好难找啊！好深呀，藏太深了。哎，这你一个都没有吗？来人了，来人了。藏在冰箱里啊！太狠了！这是个人呢！这是个人呢！辛苦了，还有比他更辛苦的人呢。嘿，终于在追着我，而我是当代垃圾，我是一袋寂寞的垃圾，可以适度摆烂，不能一直摆烂，一直摆烂就会变成个垃圾袋。外面的人都在精彩的生活。生活突然鸡汤，来自一袋垃圾的忠告。15分钟，好漫长啊！如果下辈子让我选择，我会当一个篮球。我都有点转向，这咱来过吗？我都有点转向，这咱来过吗？等，好像没有。为什么盒子可以打开？是不是有点太安全了？有点孤独呢。一个都没有吗？
能藏哪儿？哎，怎么这么深呢？藏的？啊，为什么我找不到？哎，我好挫败啊！不开心，找不到人。哎呀，至少让我找到一个嘛！没可能啊！去哪儿了？六个也太闲乎了吧，才六个藏着，一个都没找着，怎么是找不到呢？完了，感觉时间要到了。我可以的，放心，我去挑选。各位成员请注意，距离攻守交替还有三分钟。这么难吗？来，这儿一个，这儿这儿这儿。出来，同学，出来吧。嗨，嘿，嗨，你们还连连看呢，杀红眼。还有几分钟？一分钟。一分钟，我要在一分钟里面抓两个人。不行，这样太憋屈了，要不出去跑一跑？我决定要当个火把。去给他们争取一下时间，扰乱一下他们。这个花园说实话也不是很隐蔽啊，这怎么藏都太常规了，我觉得。哎，这里可以，这里有一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把这拿出来。不好意思了，保洁阿姨，一会儿我再帮你收起来。这儿其实还行，你别说，哎呀妈呀，太脏了。但强者不抱怨环境，再抱怨抱怨吧。这个窗户待会儿可以关的吧？可以的。然后我们这个外面有一个女孩子，然后一旦有人发现她，应该就不会再看见你。我觉得是聪明，真行。主要是这个东西，她即便是看到了，别太突出，你知道吧？让她觉得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堆杂物。我在这儿，我是真酷啊！好，我家木奇他们想不到。我先进去，然后挡一个，然后他再挡着，然后别人发现了之后，就还有一个板子不会知道的。外面的桌子帮我挡一下，要把桌子门完全看不到。欢迎来到我的。
躲藏现场，拼了！我的家啊！各位成员请注意，百人捉迷藏大赛下半场马上开始，倒计时五、四、三。快！这几楼？一楼和负一楼。来了！这么近，一楼也太大了吧 ！Come on！ 没有，他们拿到了道具。什么道具呢？这个房间没有。我看，这肯定有的。没有？我这学校设施也太好了吧，现在。抓到。挺会藏啊，小伙计，这里不能够吧？哦，你还真的挺狠的，好难找啊！哎呦，吓我一跳！你好啊，同学。我这个地方特别难找，他们一定想不到我会躲在一堆考卷里。毕竟这是咱们的道具，得利用上，是不是？好多灰，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变漆黑，是来拜访的。就是这个，整个磕头。想讲话的吗？当然无法。啊！那我用假声。侦探来喽！出来吧，出来吧！我要找到你，我要找到你，公公。哎，找到你了，找到一个同学。还有谁？一个都不能走。一个都不能走。一个都不能走，好，白凶一趟，下一个地方，这都是找过的吧？我的妈呀，大家太吓人了！会不会有人在这个里面？白鹿东西，我没想你找不到呀。吓我一跳！白鹿骑摩托车走的。这能进吗？啊！蝴蝶雨绮，我好想找到你，你在哪儿？感觉我又绕回来啊啊！他不是在这绕圈圈吗？我就是这样，目前挺靠谱的吧？困了，想睡觉了，也找不到我，不行啊！我到现在还没找到一个成员。呀，这里肯定会有一个，出来吧，直觉。这边肯定得有一个吧，辛苦，早点下班。打你，哎，辛苦了，出来吧。出来，嗨，嗨，嘿，一个啊。哎呀，谢谢。嗨 ，Hello， 你好呀。哦 ，Hello， 你好。我疯了！
裤子。拿你。不行了。不行了。这个最佳位置。这个东西它即便是看到了别太突出，你知道吗？拿着这些东西感觉都是杂物，打点土，要不然那太新。今天发挥出我的这个藏猫猫很能了。是谁？沙哥。耶、yeah! 完了，沙哥 out。找过了是吗？还有五分钟，我总要找到一个吧。还有五分钟，不能摆烂。不行，到处都有人，哪里都有人，这里有没有人？呀，找到了，藏这个。这些没有。柜子里，谢谢。辛苦了。我看一下啊，这里是不是还会有一个人儿？没有了吗？有啊，心跳快！哈哈，哈哈，谢谢你，拼了！哎，这还有一个，请。那边还有人吗？这不应该再有了，这再有这简直出神了，这不应该再有啊！你太聪明了，吓死我了！刚刚晨哥吓死我了。他们这个一楼也太大了，怎么到现在还没找到一个成员？一个都找不到吗？真能藏啊！我一个都找不到，好难找啊！我们敲一个人就赢了，我们敲一个人就是十分。出来吧，出来吧，出来吧。他们是不是都不藏教室里什么的？反正只有同学藏在教室里。找到了吗？没有，他们躲哪儿呢？仔细翻，仔细翻，找到他们同学也可以。应该找不到我吧？应该找不到我吧？我这已经是在捉迷藏的最高境界了。这儿可能找一个人，刘爷。哎，这里可以。这要是谁能真的躲在这里？你今天得拿冠军。郑恺被我抓住了！恭喜